没有吃过芋泥，居然是加油葱的组合吗？这个组合真的超酷。这间其实主要是在卖大力粉圆，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粉圆，饱满又 Q 弹。综合的会加上四种配料，也有原味的可以选，很特别，还会淋上香蕉油，多了一份古早味香气，而且一碗才45元。还有这个热芋泥绝对是必点，芋泥的香气超香，口感很滑顺，最特别的是配上油葱，口味居然意外的很搭耶，忍不住一口接一口，一下就吃完了，咸香咸香超煞气。这间就在新竹城隍庙附近哦，拜拜。芋泥配上油葱好有特色，这其实是传统美食，现在很少看到了，这家我要收藏，竟然是芋泥和油葱。拜托你们这个冬天一定要试试看。今天教你们做一道瞬间提升幸福感、有手就会的甜点——烤棉花糖布朗尼。材料超简单 ：Oreo、牛奶、棉花糖。首先先把 Oreo 的饼干还有内馅分开，我们只需要留下饼干那一块就可以咯。接着倒入适量的牛奶，然后再把它搅拌均匀。接着放微波炉转中火2分钟，微波出来就会有布朗尼的样子啦。接下来就把棉花糖放上去，尽可能的把棉花糖都铺满，接着放进烤箱烤，让棉花糖可以有微微的焦香。也太简单了吧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